再转移弱边，姚胜义的外线三分。所以说最近球队的状况真的非常理想，说如果只有一个两个人跳出来，那打得会很辛苦，但本土的球员，除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Triple H 好好之外，还有包括像是郭少杰、肖顺义，你看都能够在上场的时间上面做出贡献。第一节已经有六名工程师的球员得分了，包括了四名本土球员。这样子，梦想家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是陷入一些麻烦，快攻的机会，肖顺义得分，前后进攻，肖顺义篮板球之后，另外一个球员才去拨掉，都会被这裁判小哨。前后超导球，转换进攻，肖顺义背后运球。再一个转身来了，终于啊，第一个 field goal 出现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在肖顺义打到四号位置的一个优势了。就再来看一下肖顺义，看他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动作，基本上就是一个。这边是肖顺义轻松拿两分，哇，这个很伤，这个很伤啊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原本。真的就是来回四分的差距了，就像鬼哥讲的，一打进两分差，没打进就德州步了。麦冬，今天最拼的肖顺义翻了两次，那比较麻烦的，将近五分钟没有得分了。啊，都进！全赛事当中，但非常重要的箭头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出色。